你好，那个剪头，剪头发。想剪什么样的？咱家怎么收费呀？啊，男头38，女的呢？你还剪女头吗？啊，女头发呢？哎，谢谢。想剪个什么样的，老爹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就看着剪吧。干净利整点呗。啊，对，我参加朋友婚礼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啊，你整的好帅，好帅的啊。好，谢谢姐。哎，姐，这个水可以稍微……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。姐，你开这店开多长时间了？哎呦，得开3年多了。都是自己吗？对呀。哎，那挺辛苦。你家是这附近的？啊，对。嗯，以后常来啊。哎，好，没问题。好嘞，起来吧。好。坐这边。啊，好，这边是吧？啊，给你剪了。行，你专业的嘛，相信你。行。你想录我干啥呀？哦，没，我那个有个什么社会实验课嘛，需要那个录个视频，我们老师。啊，不介意吧？没事啊。姐，你今年多大呀？我呀，我都30。啊，30了，看不出来呀，年轻啊，不仅年轻还非常漂亮。谢谢。你多大了？我呀，我20。这么小啊？啊。病。没事，姐你就整。没事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我跟你唠嗑的，你说，哎，没事，姐，你整就完了。真的，你下回来，姐那啥，姐给你打个折，行吗？行，没事。姐手艺挺好。好啊，好就办个卡呗，以后常来。多少钱呢？这不有吗？300、500的，1000、2000的。啊。你第一次来的话，你办个300的就行。我办500。办500的啊，行，这边留个电话，老爹。好。然后以后来呢，你就给姐打个电话。好。给你插个队。1339。1339。姓啊？姓徐。好嘞。啊。然后你扫这码就行。哎，好。那个姐，我走了。拜拜。姐。哎，hello。那个，我这头发不小心做饭了了，你看能修吗？做饭了了，这么不小心啊？能弄，我给你弄一下。洗头发。最近店里生意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来了好多人。来吧，躺下吧。你看你这了的。能整了吗？能整、啊、不用担心。姐，那个我感觉你今天这么漂亮呢。谢谢。一会儿是不是要约会去啊？不约会，我单身，约什么会？那你天天穿这么好看。好看。别闹。以后啊，这种动火的事儿啊，尽量不要自己做了，实在不行找个对象嘛，啊，有的了吗？我也没啥资源呢，我找不着怎么办？你等我给你介绍啊。那不然呢？我没有，我的闺蜜都结婚了。那行吧，那洗好了吗，姐？好了，起来了。
简单的修一下前面。啊，对。后边就不整了啊。嗯，后面好像聊不太严重。起来吧。哎，姐，咱家能刮胡子吗？刮，哎呦，但是我那个工具不知道放在哪儿了，我得给你现找。嗯，行。前两天我还看见了，这脑袋一天想不起来呀。姐，你以前刮过胡子吗？刮过，但是刮的人比较少。嗯。哎呀，这姐没事吧？干啥呢？我刚才不好意思啊，姐，那个我刚才掏兜，我合计那个一会儿回家拿下那个牌，不小心刮上了。没事，啊、那我就给你扯开。哎，姐，那袜子坏了。没事，那我一会儿我就不穿了，没事。哎，姐，那个你等我啊。你等我一下啊！哎，你干啥去？你等我就完了。啊，姐，那个我给你买了两双袜子，你看一下。这个姐不好意思，那个卖袜子说这个好，我那个我也没看，我随便拿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要不你试试这个？哎，那个要不你一会儿把袜子试一下？你在这试啊？我外边全是人啊。啊，没事儿，姐，那不有帘儿吗？多尴尬啊！不行。那你想看啊？我哎，没，我不想看啊，我不想看。我主要想试试那个，看合不合适，不合适我好去换。那我在这试吧。哎，别，姐，别，你干啥呀，姐？等着吧。干啥呀？笤帚也不要了，嗯，还没出来呢。你小子，你要干嘛？不是，刚才我看着地下有个老鼠，我就偷看我。没，有老鼠，我刚看看。去那边坐着，等我。哦，我就在偷看了啊。啊，行。真鸡贼！姐，你穿了吗？穿了呀，你给我买的透明的吗？是吗？我没买过，不知道啊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白吗？太白了。喜欢看吗？喜欢。干啥，姐？过来。干嘛？再近一点，跟你说点事儿。不干啥这么神秘啊？我要下班了。啊？姐不好吧？你想什么呢？啊？我要下班了，你该回家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姐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走了，明天见，姐，拜拜。拜拜。